梦见狗咬手，狗亦称犬，由早期从灰狼驯化而来，通常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手是人行动力的体现，在梦中狗咬手常常代表着事业方面的问题。那么梦到被狗咬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梦见狗咬手，一方面表示你对现在的生活水平很不满意，你一直很希望能够赶快赚大钱，过富裕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这可能表示你的身体健康会出现问题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狗咬手，预示你会生个儿子，但要慎防难产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狗咬手，说明双方的母亲可能不会同意，婚姻比较难成。创业的人梦见狗咬手，表示你的经营会很顺利，但要慎防意外的损失。